就唔會俾立功司機進攻先啊，去採取翻一個主動啊。咁啊，就算攬咗身咧，都唔會頭先咁樣去慢慢唞啦。係好明顯啦，雙方嘅節奏啊打咗快咗啊。咁啊，哎呀，一個左高腳啊踢中啊立功司機，我諗佢都起唔翻身啊。歐拳正示意比賽結束啊！呢场比赛在第二回合23秒，南方以击倒取胜。现在有请三个队的代表 Wing Chang 为我们新一任世界拳王颁发 I。